小时候就是常跟着妈妈参加实际的活动，今年也很开心，因为妈妈，然后再加上跟国家师姐一起发心立愿，那就更要例行的菩萨道。看到了，一家三代在台上，今年就要受证了，这就是以善传家。大家都是共同一个信念，为社会人间啊，在付出，真的是感动，也感恩啊！感恩的是大家有这一份心啊，为人间愿意呢，投入人间。人间还要实行菩萨道，菩萨叫做觉有情，觉悟的有情人啊。人生啊，总是呢在迷迷糊糊中，时常都听说无明无明。无明就是迷糊啦，不能理解呢天下事，而且呢不能体会人间疾苦，只是一个我，自我为所欲为，这样的人间啊，那就是无明呐。人生的正方向差差之毫厘，就是一千里。我们需要的就是正道，正道一次往人间的正确的道路走，这就是人生的正法，在持续啦这一条道路，期待呢所有所有正确方向的宗教合而为一，那就是爱。爱不是小爱，人生就是因为小爱，都有自我过去，都是我啦，我爱我所爱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啦，啊，就是伊啦，各人，各人都有各有所爱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呐，差之毫厘，那就是每一个人的这样的差距都会拉大了啦。所以呢，这么大的距离，你拉我拉，他也拉，彼此拉的呢，四分五裂，整个人间啊，就会破碎掉。这就是佛陀说，五浊恶世，五浊，浊浊气啦，这些。裸体已经浊掉了，看看天地万物不能没有水，有了水大地就会有生机，我们人人啊，生命同样，身体就如我们生命中的大地，生命中的大地呢需要有水，那就是华水，做人的方法啦。而且呢，凡事做一切事都要有华，就如我现在说话，这要说话要很吃力，
想过去了，我要说话是轻而易举，不管要说什么，喉咙好像都随心所欲。现在呢，总是啦，要出很大的力气。这就是我这个身体已经呢失调了，有偏差了一点，这叫做毛病啊，就是气不调和。所以啦，这就是人间。那我们要如何让人间啊，那个正气调和？正气就是法，我们的方法。人间啊，要如何来带动人生走上了正向法？如何呢？调适的人人共同能接受，而且呢，能身体力行，利益人群。没有第二个法门，总是爱，这就是我们的法。不管什么宗教，离不开爱，总是来人间呐，为爱护众生。佛陀说，他来人间呐，是为一大事来人间。这一大事呢，就是要教菩萨法。菩萨两个字，其实呢，是以梵文呐、啊，把它翻译过来，它的内涵叫做觉有情，就是感悟的有情呐、啊。佛陀觉悟了，他为了要度众生，还要进入有情界。啊，有情呢，就是啊，各人有各人无同款的习气，不同样的习性，不同样的习俗，所以他来人间，只是呢。要把这样的习俗啦，安怎样改汇合起来？人人不偏道，不要偏离正道，所以他在人间说法。其实法，所有的法啊，只要正确的宗教，法都是合一，都是共款呐。都亲像水，台湾的人需要水，台湾的土地需要水，任何一个国家同样没有水，就人类无法在那里生。所以不管啦、啊，生机啦，任何一块土地，它的生机。叫做水，我们人呐、啊，人的生机、生活的正确，叫做法。法就是宗教的正规律，都通通叫做法。所以各位菩萨，佛法在人间，但是呢，现在的世间，我们要不分宗教。要所有的宗教汇合起来，能共同人类的爱，共同人类的爱汇合起来，人人共同的意识，如何救拔苦难众生？这就是我们佛陀所说话。今天我们持戒。在人间，人人呐、啊，都是行持戒法，行菩萨道，
咱用主持的方法，那立菩萨的道，我们要清清楚楚，要很有智慧，为人间而付出。所以佛陀是大义觉者，我们今天的皈依是很期待很虔诚，叫做当愿，我们的虔诚的期待，那我的发愿，我一心一志走入佛法，去开启我们的智慧，行在佛陀觉悟的大道，所以叫做皈依佛。但愿众生发无上心，要发大心呐，还要呢皈依法，就是如是法在人间。